明天东东就要去上幼儿园了。今天是东东上幼儿园的前一天，我们要带东东来学校放东西跟熟悉环境，看看他的位置啊，他的柜子在哪边。他迫不及待。东东已经走了。好嘞，小东来，拿着。来，这是你的东西，东东。妈妈早上先帮忙拿过来的。我们先脱鞋子，东东，我们看你的鞋柜在哪里，要自己脱。明天就要自己脱鞋子，自己放鞋柜啦。来，爸爸教你是哪一个。啊，我牵着你的手，我牵着你的，哥哥要陪你。好，他说哥哥要陪你，来进来。They will be together.都是你的哦，我知道吗？好，先去坐小椅子，把鞋子脱掉。明天就要东东自己脱了。你自己脱，谢谢。上幼儿园的小孩要自己脱，你看爸爸也脱了。要阳光袜，袜子不用脱。进来，然后你放上，然后你跟我来。拉开你的袋子，拉开，对，拉开你的袋子。打开，然后打开，找出你的鞋子，打开，拉开你的鞋子，好，去坐下来穿好，去坐下来穿好。这是你的室内鞋，东东。穿鞋。哥哥不用，你要穿。你要去寻宝哦，你要找到所有的小猫熊。不是，你要坐上来，然后弯腰下来，弯腰下来，走走，拉边。好，啊，另外一只脚呢？一样拉开，应该放下来了。然后走，帮忙粘，好，起立，来拿着，帮他拿，来，哥哥帮你拿，来，先从这边，先来这边，快点，快点，亚瑟是宝贝，找猫熊，亚瑟是宝贝在哪？找猫熊，找猫熊，看到吗？哦，找到了！那你的牙刷拿出来，牙刷不是宝贝啊，它是哎，要放，找到了，来，拿上去吗？你的天性明天吗？有，盖子不用，盖子不用，好，盖子放回袋子，彤彤。放，我们把它带回家。谢谢。彤彤，彤彤，你要自己放，你怎么跑走了？以后你的位置就在这里。熊上面，请放，因为你才会记得。把阿公们，可以先进。这个就是啊，那就整袋、这个就是。东东，你要自己放，你怎么又跑走了？小东，快过来！快点，再跟妈妈要，不要把东西放进去。快过来，要自己放进去。你才会知道你东西放哪。给你衣服哦，放，请放。还有湿纸巾。湿纸巾，哥哥也帮你从袋子拿出来了。还有那个防蚊液，很重要，防蚊液。卫生纸不对，为什么它放在这个盒子？你有看到那个纸大箱子吗？好，董董来下一个。下一个，哎，这个等一下。还有，这边还有。董董，这里还有最大的。我来了。看见外面传。小东转过来。贝贝在哪里？你看，董董，哇，董董，你看哥哥抱什么？帮你抱出来。
你要自己抱了，明天开始要自己抱。放进去，放进去，不要让它打开了。放下。还有这个，没有它在。它在放进去。大袋子要放进去喽。来，东东来自己放。你去东东先放这个袋子，比棉被好放多了。对呀、啊，这里。用塞的。啊，去放你的那个卫生纸。卫生纸。大纸箱，大纸箱。你有写号码吗？有。放整齐，东东。你看其他怎么放的？你会排整齐吗？有的特别是有的就是自己来，很像堆积木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完成了。可以看一下教室。东东来看看你的教室有没有小熊猫？你的位置上会有一个小熊猫。这么快就找到了。第一个。这都看吗？东东坐坐看呢。我坐坐看好了。东东明天就要在这里上课咯。我要看不到什么。老师，我可以在这里玩拼图吗？才可以玩哦，知道你有说吗？敢，你不敢要练习啊？我们陪你一起练习好不好？陪你一起。哥哥说一次，你说一次好不好？子欣老师，我可以在这里玩拼图吗？去问一次。好，东东换你。换你说，东东换你，东东加油！你要练习说。啊，我快听到了。再一次。爸爸也陪你练习。子晴老师，我可以玩拼图吗？子晴老师，我可以玩拼图。好棒！可以，很棒。你要玩什么？你要玩什么拼图？要拿回自己的位置玩哦。你想要玩这个？你的位置在哪？你还记得吗？小熊猫在哪？在这。先把它打乱。然后你可以把它拼起来吗？我先帮你拼一半好了，刚开始不应该先拆的。OK 啊，应该不太可能是那个哦。别乱喊。小卡车兜兜风是不是你最喜欢的书，东东？然后你再看这个，这你是做的好像哦。我觉得这个更夸张。这个，宝、这个、可梦的那个吗？好厉害哦！这两个是谁不一样？两个。可以坐我们的小位置。啊，水壶放哪里？你要先看看里面想玩什么吗？明天来最想玩的是这个、哦，这个六形六色。你要把它拼成这个。这是幼儿园里一整天要做什么事的行程。跟老师说拜拜。拜拜，你是谁？那么像我们牵牵手就好。你想干？不敢，你太优了，不敢。好，另一个。边界，李边界好。还有谁？我嘞。彩玲来。彩玲老师拜拜。彩玲老师，你认识看过好多次了。Cause I want you and I wanted you to know. 东东好棒，你会自己拿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放在熊猫格子里。Took his hand, he held her close under the moonlight as they kept on dancing. 好嘞，拜拜。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了，今天就要正式的上幼儿园了。明天来这边很多事情就要自己做了，通通知道吗？